各位亲爱的乡亲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阿克。今日要玩的游戏就是《逆转奥赛罗尼亚》。啊，这游戏吼，现在有个很重要的东西就是转蛋了。啊，转蛋每天都会有一个固定的优惠，你看，一般转蛋要花五个星石。是它下面有这个频道，一日一回限定，一颗星石抽一个，有没有这么好看的东西？这个一定要每天都来刷一下。来，我们现在就来先刷这个，等一下，我先刷这个秘术的引导。看我被刷到哈，来啊！准备啊！来吧！哎，有没有？来哦！啊 ，B 级不错了。好，看一下，你是谁呢？橘奶。哦，有陷阱的技能啊，这只还算不错。好的，下一个。强狙游行，强狙角色出现率乘二，先来抽一个再说。有没有？是谁呢？顽皮法师，格子变换将奇葩随机格变成共用伤害哦，这个感觉不错哦。再来下一个，哦对，还有一个是用金币转蛋的，一天可以抽十回。首先是剩九回，就把它抽完吧。不抽白不抽啊，那金币留着也不会变黄金啊。哥布林，好了 ，OK 了，不错的小怪，还有八回，准备啦，哦，这个蛮可爱的，幼龙啊，
可惜有点废啊，什么技能都没有。来，剑士魔女，这金币抽到最好的应该就是 B 级或 A 级。好啊。哦，哦，骑士运，戳，还有五回。对啊，龙蛋、龟蛋，最后四回。哦，超 B 级耶，准闪回。这只不错哦，这边条持在手上 ATK 变 1.1 倍 OK 啊OK 啊，剩最后两个来吧，艾尔林啊，最后一个看是什么，抽完了，不错啦，我觉得那个金币转蛋了，我抽九回有中一个 B 级已经算不错，然后所以一个星石刷一个转蛋是蛮划算，所以这个每天都一定要来刷。好的，
那今天这部影片就介绍到这边，那想看更多影片记得订阅我们的频道，叫做雨电，羽毛的羽，大写的句，那想看完整版影片记得订阅我的个人频道，叫做战神阿可 Alice 大写的，我们下次见，拜。